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兵器面面观》特别节目《航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航展现场的是军事专家傅前绍老师、军事评论员魏东旭老师，欢迎两位。今天第十五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正式开幕，本届航展的展品覆盖了陆海空天电网全领域，全方位地展示了我国航空航天以及国防领域的创新成果。同时呢，本届航展还首次设立了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中国航展第二展区、斗门连州以及金凤台观演区三地观演区，三个观演区是各有精彩，我们一起来看看。三大展演区各有特色啊，一展三地，空天海陆大秀是硬核上演。我想问问两位老师，这三大展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三个这个展演区啊，可以说呢都是有很多精彩的看点和亮点，但是呢视角不同，呈现出的这个内容也是有一定的差异性。主展区呢，我认为就是比较全面，那么场馆内有现代化的这种防务产品，那么静态展示区也有人民空军现役的这种主战装备，那么包括呢在主展区也可以看飞行表演。金凤台呢是航空摄影爱好者的圣地，在这个地方拍照很出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高清晰度的这个照片，可能就是我们的航空爱好者和我们摄影师啊，那么在金凤台上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么至于说斗门连州这样的一个展演区，我个人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它是首次把这个无人机和无人艇啊在一起进行了这种综合化的表演，可以说呢，三个展演区各有各的精彩。都非常值得看。当我们的航展它的外延越来越广的时候，新设的这个展区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展示，感受人民空军，我们人民军队力量的发展。那说了这么多的亮点啊，歼三五 A、歼二零以及苏五七三款隐身战斗机齐聚中国航展，我想可能是咱们这一次航展上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了，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两位老师，我十分想问问看，这几架
不一样的飞机的飞行表演是不是都看过了？有什么样的感受？三大隐身战机齐聚中国航展，在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那么本届航展，我们能见到多少架隐身战机呢？现在四架歼20给我们做了飞行表演，而且是编队表演。我们又见到了一架歼35，亮相我们的开幕式，也就五架了。另外，现场地面上做静态展示和进行飞行表演的还有两架苏-57。那么这么多的隐身战机在一届航展上齐聚，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谢谢傅老师刚才带来的分析啊。魏老师您怎么来看？今天是中国军迷和航空爱好者的圆梦时刻，大家想看到的中国航展上都有。那么中国航展是越来越精彩，而且呢国际的影响力也是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在这个现场看到了歼20隐身战斗机的精彩表演，那么也会以编队的形态去呈现。大家不仅看到了中国设计制造隐身战斗机的这种漂亮的外形和它独特的这种气动布局，同样呢也可以听到龙吟的声音。那么对于歼 35A， 确实呢它是中国航展上的新面孔，在进行飞行表演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了这种先进的新式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水平。虽然说呢它的个头没有歼20那么大，但是呢它在设计的层面应该是有优化，或者说呢在隐身的层面我认为是有加分的。那么至于说俄罗斯的苏-57隐身战斗机，飞行员是俄罗斯的功勋飞行员、试飞员博格丹大家都很熟悉。那么他所驾驶的这个苏-57是俄罗斯现役最先进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两个国家三型隐身战斗机齐聚一堂，共同的进行这个飞行表演，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场合这是难得一见的。就像你说的，在中国航展上有很多难得一见的场景啊，比如说万众期待的中国新型隐身战机歼 35A 就出现在了珠海金湾机场的上空。那关于这一款战机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就表示了，歼35是一个系列一机多型空海孪生。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一机多型空海孪生？我现在我们只见到歼 35A， 还没有公布歼 35B。 那么如果公布的话呢，我认为是一机多型而不是升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变化呢？是因为这款战机在研发的过程中就考虑了一机多型，空军型、海军型当然海军是舰载型，以及出口型，当然可能还有双座型。那么现在我们见到的歼 35A 应该是空军型，人民空军把它展示给观众，说明我们已经列装了两款隐身战机了。那同样刚才的这个问题，一机多型空海孪生，魏老师您怎么来看？我认为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歼35呢它应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平台，后续呢会逐步的改进和升级，作战能力会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型号呈现出来。现在呢我们已经拥有了弹射型的航母，也拥有了弹射型的加 T 的飞鲨双发重型舰载机。那歼35通过一定的改造和升级，对于它的机体结构进行加固，它的前起落架如果采取特殊的这个设计理念，有没有可能会在弹射型的航母上这个部署这样的一个答案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我们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飞鲨和歼35的某一个改型共舞海天。那除了歼 35A 呢，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的现场还出现了海军重型舰载战斗机歼 15T 的身影，这是人民海军的战机首次出现在中国航展。我们来看，
刚才在短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歼十五 T 就静静地在航展上进行现场的展示。那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它，就会发现歼十五 T 的这个前起落架另有乾坤，和以前不太一样，好像变得更健壮了。傅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前起落架加粗，这是有针对性的。其实呢，除了看它那个前起落架粗了以外，你看看前面还有一个装置，一个牵引杆，过去是没有的，现在有了。那么加粗了前起落架和加了牵引杆，预示什么？预示这款舰载战斗机是弹射型的，啊，这个牵引杆和要和这个弹射滑车相连，然后弹射器呢带着啊舰载机向前高速滑行，最终呢在七八十米这个范围内，从零速度加速到起飞速度，大概在250公里、260公里这个速度范围内。那么显然没有这个起落架和这个牵引杆，它是完成不了弹射起飞的。我个人认为这次来到中国航展现场的歼十五 T 是既能弹射也能滑跃的，这可就大大的扩展了歼十五舰载战机在不同航母上的活动空间。那么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我从这个 A 航母起飞以后，我可以落在 B 航母上，不但能落，我还能从再飞起来。这个是暂时的意义非常重大。刚才傅老师也提到了，像歼十五 T 它是一个飞沙的弹射起飞的这种舰载机。其实呢，在飞行表演的过程当中，我还看到了飞沙的三级编队。那么其中一架这个歼十五是挂装了伙伴加油吊舱啊，可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其他的歼十五飞沙进行空中的燃油补给，让它的作战的距离和留空的时间进一步的增加。与此同时呢，还看到歼十五飞沙它机翼下面所挂装的电子干扰吊舱可能是电子战版本的这个舰载机啊，还有普通版的啊，这个歼十五飞沙它在机翼下面挂装了中距的空空导弹。其实呢，海军舰载机部队它是以这种实战的具有很强作战能力的这种体系化的模式进行了展示。那刚才呢，两位老师是带着我们追了一下本届航展上海军带来的明星装备，但是我想您可能和我一样还没有过瘾，不过没关系，运二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追星的机会。这一次的航展，运二零首次展示了自己的内部货舱长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是运二零第一次在航展上开放展示了货舱的内部啊，我很想问问看，现在在航展上运二零已经能亮出来，让大家看看我里面长什么样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自信心增强了，开发的新型产品完全可以给公众参观、体验、感受。那么我想，观众进到运二零的这个货舱里面，他第一感受就会觉得大。啊，特别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直径加大？就是因为要能够运载大货物，比如说主战坦克、步兵战车。那么如果机体载了，你就是承载能力再强，它进不去也白搭。我们在设计运二零的时候，肯定考虑到各军兵种的需求，你是运火箭炮还是运坦克，那么
都能满足你要求。那么观众进到这个货舱里面以后，我觉得他的感受一定是觉得非常自豪，因为它太大了，啊，可以说它是目前世界上还在生产的最大的运输机。嗯，是。魏老师，您觉得呢？敞开来让大家看看机舱里边长啥样，这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航展的展示区，能够与胖妞运20进行零距离的接触，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建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军迷朋友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又宝贵的机会。很多朋友们都是坐过民航客机的，那么和民航飞机相比，大型的军用运输机它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个人总结就是门大，舱宽。因为我们去参观运20的这个货舱，都是从它后部的这个尾舱门会打开跳板，大家直接进去，这个门显得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运20这款军用运输机，它货舱的地板是有玄机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类似于滑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在进行空降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尾舱的跳板会打开，那么一些大型的这个空投的这个作战车辆，它是有一个底盘的啊，并不是说直接的这个投送下来，那么它是有一个托盘，有一个底盘，那么采取滑动的这个方式，逐步的脱离货舱，然后再打开它的这种多组的这样的一个伞具。那么在这个货舱的这个内部啊，还有很多多功能的这个组件啊，比如说，当执行人员远距离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加装座椅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关的人员在搭乘运20进行远距离飞行的时候，也有更好的舒适性。是，那和航展上的运20亲密接触之后呢，让咱们再来看看本届中国航展上人民空军的明星无人机。以往的大型无人机参加中国航展呢，都是事先先拆开，通过地面的车辆运输到航展的现场之后再重新组装。而参加本届中国航展的无侦七和无侦十无人机呢，都是首次采用自主降落的方式进入到航展的现场。这种方式又意味着什么？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世界上能够自行开发无人机的国家还不少。但是能够实现在几千公里外起飞，抵达几千公里外的另外一个机场安全降落，而且整个过程没有人干预，这个是很难做到的。那我为什么说很难呢？首先，几千公里的飞行导航定位你能不能实现，对吧？如果你不能够进行精确的导航定位，你可能飞着飞飞歪了，不知道飞哪去了。要想这个远程飞行，你还有精确的导航系统，那么最终呢，起飞降落它的自动控制水平也要相当高，否则降落过程落跑啪摔掉了，或者是落偏了，那都会出问题。我们两款喷气式的无人机，一个是无侦七，一个无侦十，降落在中国航展这个现场的时候是非常稳的。首先你要具备远程控制这个系统，那么远程控怎么控制？你们看看这几架来到中国航展现场的解放军的超大型无人机也好，远程喷气式无人侦察机也好，头部都有一个大鼓包。这个大鼓包装了什么东西呢？卫星通信天线，通信卫星远距传输，它把它看到的信息情报通过卫星发送回来，啊，转到地面控制站，由地面控制站人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监控，对它发现的目标是吧进行分析判断。再加上光是有这个还不行，你的飞控系统也要非常先进，才能够非常丝滑的安全的降在跑道上。咱的无侦七和无侦十两款无人机它是飞着来的。
咱无侦七无人机和无侦十无人机，那都是大摇大摆地飞到了金湾机场，然后呢到达指定位置，由牵引车拖入停机位供动态展示。如果能够在航展上以飞行姿态把无人机集中到场地，那说明呢我们这个水平不一般。像之前我们看过韩国的阅兵式，看过其他国家阅兵式，那飞机咋来的？坐车来，一般是用小卡车拖着韩国那个远程侦察打击系统，就是跑到朝鲜平壤捣乱的一架无人机。另外呢还有其他大型无人机也是用车拖着，然后呢飞机凭借起落架一小轮子向前走，所以都是一种缓慢的展示方式。但这次我们很惊艳，而且从无人机从那记者头顶上飞过那一瞬间，你可以感觉到我们的自主控制能力啊达到很高水平。一般在如此繁忙的空域，起降很频繁，各类无人装备包括有人装备交叉使用空域，这样就对你指挥协调有重要的影响。那如果这个飞机特听话，而且能够根据地面精确指导进入到指定航线并平稳着陆，然后实现转弯与牵引车汇合，那说明咱这无人机的使用已经得心应手。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咱那个飞机控制和自主水平很高，可以在遥远的位置然后通过快速向驻海集结形成快速的机动能力，这个能力不容小视。你像咱抗震救灾啊，包括应付意外事件，还有对各类目标的紧急侦察行动，它都需要快速起飞，而且呢快速准确到达位置。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准确降落到那条跑道上，而且准确与牵引车汇合，那说明呢咱们在飞行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第二呢，通过这种展示你可以看到它执行任务时候效率会有多高。因为一般的无人机像现在俄乌巴以啊，很多无人机有去无回啊，而且在冲突过程中没准在哪块就栽跟头了。但是通过咱们这个自主控制包括远程控制，说明我们这个航空器它的自主飞行能力包括受控水平达到很高的状态。所以这次飞着来不是走着来，不是趴着来，说明我们在无人机的控制方面有重要的发展。